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。李从文和何猷真伺机逃出山林，来到叶县给于主任发电报，电报内容语带威胁，但于主任已经看不到了。高处长成功暗杀于主任，夺得权柄。高处长看到电报，李从文和何猷真很快得到回信，表示马上有人会来接洽。霸下镇镇民绝望之时，施兰收到高处长发来的电报，要求停止攻击，救治霸下镇镇民。然而沈月红的儿子小北和秦先生没来得及打疫苗便死去，长湖等部分镇民响应。何猷真经过思考，发现李从文每每遇到问题都会搬共产党做救兵，开始怀疑李从文的身份。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，何猷真加入想要反叛的镇民，站到了李从文的对立面。我分析啊，他们外边的兵力是一个营，他们会以 S1 的阵型进行搜山。 S1 阵型呢，针对的是武力匮乏的人，显然不是我们俩。虽然我们俩没有交战的能力，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弹药，足可以造成歇斯底里突围的假象。通过小五的这个事情呢，他们会分析我们俩是很可怕的人，所以不会怀疑我们制造出丧心病狂的事儿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故意制造杀开血路突围的假象，其实是趁乱而逃？没错。李从文，我怎么觉得你想的招总是显得那么猥琐呢？你能不能严肃点？现在我们应该想的是，制造混乱之后，我们从哪儿撤离？这还用想吗？为了集中兵力，他们不会在山北悬崖安排人手。你终于上路了，看来还得吊着绳子逃跑，更猥琐。较为稀疏，大家小心点。好。看到人了吗？跟我估计的一样 ，S 一阵型，中间区域为最前沿。别一有机会就吹嘘自己。声势，飞地，取消对战模式，恢复围捕阵型。绳子够不够长就往下扔？够长啊，我跟萧月都目测过了，照着配的。萧月目测过了？目测过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哎，何猷真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告诉你，下去之后我得好好跟你谈一谈了。我是认真的，你最近的死守有问题。小心点儿啊！谢谢啊。
你慢点，啊！哎，啊！你不是说萧玉目测过了吗？啊，是啊是啊，目测过了。可是，哦对了，我们俩忘核对数据了。你的这根绳子应该是我配的吧？应该。哦，不对不对不对，应该是他配的，他配的。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啊！抱着我呀！抱着你。把你这根绳子剪断。用萧月这根绳子，咱俩才能一起下去啊！哦，对对对对，抱着你，抱着你，来来，我抱。啊啊啊！哎啊！刀给我。刀？什么刀？你别告诉我你没带。我真没带啊！我生命里怎么会遇到你这么个蠢货呢？帮我啊！把袖口里的刀拿出来。好。哎。刘震，快往上走！他们弄巧成拙，暴露出藏匿地点了。我们趁热打铁，追上去。谨慎，洞口周围环境复杂，易守难攻，而且他们还有多少弹药，我们很难估测。联营主营地，目标已被围困，我们将在入夜后进行全面部署。目标藏身处疑似有大量武器及弹药，何时抓捕，可否击毙，等待主营地指示。是。知道小五子去世了呀？我更想让咱们的主子啊知道小五是怎么走的。天地尚不能久，而况于人乎？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，德者同于德，失者同于失。同失于道者，道亦乐得之；同失于德者，德亦乐得之；同失于失者，失亦乐得之。信不足焉，又不信焉。我一直在怀疑，他这个病是装的。老王，是爷们儿。就别附在老婆身上，去中医帐里取了上级的手机来给我。局面到了现在这个地步，让祖成武深切感受到了一种弥漫着血腥的诡异，他必须亲自走上一趟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了情势能够变得简单再简单。我叫祖成武，我的四十六师是收复叶县行动的主攻部队。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曾深入敌后配合过那次战役，所以今天
我私下进来警戒区，一来是想结识一下这些素未谋面的战友，二来是期望以战友对战友的身份和你们好好谈一次，化解彼此疑虑和恐惧，就当前的事态做出一个令双方都满意的应对方案。我没有带武器，足够诚意了吧？岳红、长虎、梅寡妇，你们跟我留下，其他人外围观察。对不起，还有一个人因为丈夫在那次战役中牺牲了，精神失常，我就不让他参加了。和你一样单枪匹马的进入警戒区，那些人有多危险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师座只要去又拦不住啊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拦不住我来拦呢？那他还不毙了我？我知道，因为我是特工，祖师长对我心存芥蒂，他总说我表演真诚，可我真的是在恐惧啊，恐惧这里的官兵发生任何意外。我从来都没有刻意隐瞒过身份，我只是不想表露得太明显，让人觉得我会凌驾于军队之上。所以你们有什么理由怀疑我的真诚？石小姐，其实我 PHV 病毒危险性只有我最清楚，因为我的申请军委把你们派到这里，如果你们也被感染了我该怎么交代？您别急，师座既然敢去就一定会有措施。那帮人现在很不理智，他们怎么会跟他谈判呢？可师座说了，镇上有他的故人，应该能谈得好。哼，真是想当然。还有，外方大队昨天晚上就已经防备完毕了，为什么还不展开围捕？这是师座有意摁下的，因为涉及到是否可以击毙，必须想看看谈判结果再定。天哪，不抓住那俩怎么谈判呢？啊，你们太不了解这些受过特训的人了，如果不让他们的希望彻底毁灭，他们是不会妥协的。马团长，请你立刻通讯外防大队，展开围捕。这个，万一祖师长被他们扣下了，你怎么办？要不要拿人交换？别再犹豫了好吗？我不想听你下任何的命令，会让士兵们觉得我凌驾于长官之上。肖月呢，也注意过这个内流。午后开始涨水，凌晨呢开始退水。这些水呢，穿过涵洞，流到山外，应该有好几百米。那我们什么时候能离开？等到水退了，涵洞露出来，要不然好几百米我们无法呼吸。你真是这么想的？没错。尚未感染的人再做一次血检，确定体内无毒的都到营地。
和我们同吃同住。当然，如果有人愿意协助医生，可以留下来。我们曾并肩作战，虽素未谋面，但感情犹在。我知道这件事背景很复杂，但只要你们大多数人都活着，它就会变得很烫手，也很可能让某些人不得不最终放手。反正我接到的任务就是防止病毒蔓延出八峡镇。如果你真的是好意，这个方法可行。反之，如果我们都进了营地，就等于成了俘虏，万点余地都没有。现在最可怕的是你们所有人相继被感染，直到死绝。所以我希望你们最好是选择相信我，知道吗？两个闯关者已被包围，藏匿地点也被发现。我之所以没有下令围捕，是考虑到是否要开枪击毙，大家曾是战友，我珍惜你们每个人的命啊。如果允许带枪，我们可以派几个人去试试。你说呢，小月？朱铁四告诉我，几分钟之前后山那边发了信号弹，内容是展开围捕，若欲抵抗一律射杀。是可忍孰不可忍，你冷静点，给我拿下。看来啊，要是等水退了，还得有一段时间呢。听你这话的意思，你跟我在一起很烦是吗？我说过吗？你平日里虚情假意惯了，谁知道你怎么想的呀？尤振，我知道平时我顾忌的很多，所以可能有些时候伤害过你。可是算了，不说了。你别碰我！哎，我说你这个人这么多变呢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我没什么意思啊，我只是想给你做包扎呀，我有什么意思啊？有人踩线了，他们围上来了。他们是来了。你觉得会有多少人？不好说，肯定是冲不出去了。都到了这个地步，你还想狡辩？这绝对有人背着我擅自下的命令。哼，笑话！你四十六师素来军纪严明，没你的授意，谁敢越俎代庖啊？你给我闭嘴！少这么阴阳怪气跟我说话！我是带着诚意来的。你的诚意就是把染病的都耗死，能打的都骗作俘虏，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小月，我警告你，长官的理智决定所有人的命运。在你之前我已经受过骗了，而且是个我以为最不该骗我的人，所以现在我失去的所有理智都恢复了。事实上，就算没有那颗信号弹，我也不会接受你。水位退得不够啊！现在只有两种选择，要么被他们弄死，要么被水淹死。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奉劝你们缴械投降。看来你跟他形影不离啊！因为我意识到他比你靠谱。我得重新认识你了。走，助理。
你们想干什么？通过散开，通过散开。好了，小月，怎么着？想扣留我做人质吗？我警告你们啊，你们要是敢动祖师长半个号码，四十六师就会把这里夷为平地。都散开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不能把他当做敌人。散开。祖师长，我有话对您说。不许靠近。我曾经跟您一样，条件再艰苦，也得让军府笔挺着。可有了孩子以后，很多原本矜持的东西，一个一个都顾不上了。所以，别指望一个做了母亲的人，会被纪律约束一切。尤其是，在他心情非常非常晦涩的时候。都别动！都给我老实点，把你们枪都给放下，放下你们的枪，都不许动！你要干什么？不要动了啊！如果注定是万劫不复，我还顾忌什么？扣你们做人质。你们想的太简单了。只要我愿意，我有比这狠上一万倍的招。永远会让人出乎意料。或许昨天还是桃园，一场雨，它就成了地狱。什么意思？这是秦先生的血，让你切身感受一下 PHV 病毒是怎么样的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们逼的。营长，洞内纵深100米，里面没有其他出路。可我们一直严密监视，没见他们出来过呀。营长，快看，这道水印显示，刚才不久前水位还在这个位置。这就是说，水位在往下退。我观察了很久，水位下降的速度在不断递增，刚才还没有这么多。快！找涵洞出口，好，快！卫防大队报告，目标已突围。什么？藏匿地点有条非常隐秘的涵洞，延伸出口是在封锁区域之外。毙了我的！你别这么想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你说过，
只要逮住他们，谈判才会有结果。我现在更担心祖师长的安全。马团长，马团长，马团长，那些人，那些人跟祖师长、朱师长带病毒的血，丧心病狂啊！他们，丧心病狂啊！什么？让石兰出来！小雨，你让事态无法收拾呢，你明白吗？早就没法收拾了，不就想让我们死绝吗？好，他现在已经被感染了，而且是最直接的血液感染。我们没别的目的，把他送回来，就是想让他成为军营里的感染源，让病毒扩散，让站在巴萨的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都死绝了。我真没想到，你是这种人。错看了我，对吗？别忘了，你我都有冷血的一面。现在球抛给你，你来选，是让戒严部队和我们在一起等死，还是带着这个可怜的家伙，统统给我滚出去！来人啊，把你们师长大人接回去！怎么？难道要让你们的师长大人也封锁在警戒线内吗？杀了我！什么？四十六师从不受人裹挟，杀了我！师座，这是军令！不要！接祖师长回营！你给我闭嘴！一切都等回营之后再做处理。这里轮不到你发号施令，杀了我！接祖师长回营，一切后果由我负责。就这么点儿，一定很贵重吧？他可以保证我们的安全。祖师长，好自为之。来不及了，快快！退回去，退回去，否则我一枪打爆他的头。小雨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改主意了。我忽然觉得，看着你们师长大人慢慢在我眼皮子底下死掉，是件相当愉悦的事儿。我们回家。让我们劫持你，什么用意？石兰敢接我回营，就说明他心里有底，也说明疫情并非不可控。什么意思？石兰有一盒不知名的针剂，我怀疑那就是疫苗，虽然至今他秘而不宣。你不会想告诉我，你是故意以身涉险吧？只要我不在军营，石兰就一定以特使的权利下令围捕李从文他们，而这个指令必将激怒你们做出非常之举。我来这里的确是想为你们挟持，很有筹码和石兰谈判，只是没想到你们这么狠，直接扎了我一管血。这样也好，大家在同一条船上，我和你们一起赌，赌我这个师长大人够不够分量让石兰交出疫苗，以你们的命为代价救我的命。祖师长，你何必这么做？
我说过，我们曾并肩作战，虽素未谋面，但感情犹在。对，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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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哪儿了？没看到。妈的，什么世道？世风日下，什么人都有。欲行宇内，复锦时，田园将无胡不归。你们确定这是要发的电文？只想叫家里人知道我现在的心情。钱多少了？你这旗袍挺合体啊。得了吧，跟你在一起啊，就这么猥琐，连偷衣服的勾当都干上了。你就感谢我吧，这衣服里啊，多亏有钱，要么拿什么给上边发电报？电文翻译过来就是鱼死网破的意思，除了叫嚣，没有半点实质性的威胁。你觉得能起到恐吓的作用吗？关键是，我们出来了，可以随时掀掉很多秘密，这够不够危险？你们都是我最信任的人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现在该轮到你们了。我和高佑天高处长不是敌人，只是正在博弈的对手。我们手里有着同样的筹码，一方倒下，另一方从此稳坐泰山，千军难撼。我与旅人向来恩怨分明，对于帮助过我的人，我是不会小气的，这一点我想你们都很清楚。于主任，要做什么您吩咐就是。我希望高佑天能够为党国捐躯。手下明白。一师明早七点车毁人亡。今天早点回来是儿子生日。嗯，知道了，放心吧。哎，能不能不去了呀？我从早上就觉得心慌，老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你隔三差五就心慌，都快成狼来了。佑天，别忘了取蛋糕。嗯。哎，刚才戴老板打来电话，责令我全力彻查这次刺杀事件。温秘书长已经亲自拟文通告全国，强烈谴责汪伪特务组织这一令人发指的卑劣行径。76号在这里的一个据点已经被我们掌握，格杀勿论，鸡犬不留。是。对于你们，我想说，人之所以能飞黄腾达，最关键的，就看他是否能够站对阵营。进来，高处长，有封发给于主任的密电，来自叶信。
你们除了挂个抗生素和生理盐水，你们还会什么？别这样，他们只是医生。肖掌柜，石小姐让我带个话，说她想跟你谈谈，就你们两个人。除了是个医生，还是个皮条客。或许你还没有意识到，你们的行为已经是在反叛了。错，我们是在捍卫自己的忠诚。那你就应该明白，身为组织的人，没有任何东西是属于自己的，包括性命。是谁下的清除令？或者说是谁在滥用权力，在没有同属负责人认可的前提下擅自拟令？别试图说谎。我之所以有这个判断，是因为我知道疫苗已经到了。当时你敢让组成武回营，我就断定你手里有疫苗，能治好他。那好，那就让我们都开诚布公吧。我跟别人没有感情，所以我只想一对一的跟你谈。我可以，我也愿意跟你妥协，请你找个机会带上你儿子跟总市长讨来权益。我的权限也只能超越到这个地步了。治好所有的感染者，否则就让祖成武跟我们一起死。小人，我的行为已经是在寻死了，就因为我还念及着我们的过去。别再跟我打感情牌，我错过了一次，不会再有第二次。现在的萧月有老婆有孩子，而你是来夺我们命的煞星，所以你我之间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念及。我再说一遍，治好所有的感染者，否则祖成武跟我们一起死，没得商量。祖成武抗日战场上的一员悍将，不明不白地死在八下镇，你恐怕不好交代。好，我会认真考虑你的条件。我提醒你，祖成武已经病发了，时间不多。怎么样了？是做什么情况？石小姐，马团长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这儿的指挥官。我要你尽快集结兵力，入阵绞杀这批劫持及残害总师长的无耻叛匪。这个地步，大家也都没什么顾忌了。毒了，毒了。
你们都回去吧，我来照顾他。任务失败，前途尽毁，要么损亡主帅，最终成为上头推卸责任的替罪羊。石兰他当然会很纠结。我这么做是不愿意你们对这个国家绝望，可仔细想想好像有点傻。后悔了？知道吗？我这辈子最后悔的，就是娶了我那个老婆。我借她步步高升，可再也没了自己。我怀念我的初恋，梦一样的美丽。我的初恋在七年前，但现在因为他曾经的美丽导致了一场噩梦。施小姐，见笑。尤振，现在情况很复杂，那个我们都应该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啊。也不知道咱俩谁心态不好。啊，是我，是我心态不好，我先调整，我先调整啊。何必呢？不愿意说出来就好了，干嘛费那些手脚？尤振，相信我，一定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不用了，我已经想明白了，我们的确不该有别的心情。我其实我早就有预感，我是指我们的组织先回密电稳住我们，然后再干掉。尤振，相信我，关系到所有人的性命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去能解决问题的地方。尤振，离我远点，我要发现你在离我有一尺之内，就立即割你的喉。干嘛把我带到这儿来？我说过，一觉醒来万事大吉啊。李从文，你不会是想投共产党吧？几十号人在这儿等着呢，不至于。哎，既来之则安之啊，好久都没看到这样欢畅的笑脸了，暂时沉浸一下也无妨啊。
我往东边走，那个你俩呢？哦，你去东边，那我们下来。谢谢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 三三制呢，是统一政权的政策和原则，是民主管理的呢基本结构。这是民主的第一招，也就是由百姓来选择能够代表他们出来管事和议事的人。啊，现在就请各位乡亲们举起手中的选举权利。 对我们的工作呢进行一个审核，啊，也希望报社的记者同志们，啊，对这次改选的情况，啊，真真切切的向全国各地，啊，做下反映，啊，谢谢大家。我们有必要到这儿来听赤色宣传吗？这都是托了国共合作的福啊。走，同志。 好的，同志，同志，我们赶了几十里路，也是来参加改选的。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想跟共产党同志合一张影，不知道您愿意不愿意？啊，很荣幸，很荣幸。哎，记者朋友，来跟我们合影吧。哎，来来来，别羞答答的啊，来来来。你们这是？哦，我呢？ 地主，他呢是佃户，我们俩之间有了那么一点点，好，照相吧。照相。哎，好，看我这儿，三百里车马兼程，我以为能看到捷报呢。出去吧。是。跟我赌。 请你告诉我马团长，什么时候你才能发出围剿的决定？师座现在扣在这里，咱们现在是投鼠忌器。而且，逃出去两个人，情势已经起了变数，他们逃得出封锁，也逃不出组织的追杀，没有什么生还的可能。况且，这也不是你们该考虑的问题。 我知道，大家都在努力。可这两天轮番找他们谈判，谁又带回来半点收获，僵持就是死局啊！我们研究了各种的突袭方案，结果都只有一个：师座会给他们陪葬。对不起，您把话说反了。 是他们给祖师长陪葬。祖师长已经被注射了带有病毒的血液，已是无知。这话虽然冷酷，但也只能如此。能够营救就营救，但若营救不上，也不能让他成为对方掣肘我们的武器。这帮人已经丧心病狂，危险到了极点，多存留一天，就会有一份谁也无法估量的意外。 祖师长说过，四十六师从不收人骨血。那天他能要求你向他开枪，这一次，他也一定会同意我们的决定。报告。
报告马团长，有几个人奔着警戒线过来了，都带着枪。都给我听着，我现在的话可视作最后通牒。你们的组织长已经病危了，僵持下去的结果只可能是鱼死网破。八下镇的所有人都已经拿命在赌了，因为注定要死的话，拉一个垫背的就赚了。你们呢？小雨，我们正在做最后的磋商，相信我，很快就会给出结果。磋商个屁，你们没得选择。施小姐，别掖着藏着了，告诉他们，你手里有疫苗。小雨，你手里有疫苗，拿出来，让我们活下去。你不要蛊惑军心。记住，这是最后通牒。他们刚才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我说过他们是在蛊惑军心。师座随来的物资里有一小箱药剂，你说过它能保证我们的安全。那是阻隔剂，预防用的。可我们多次面临直接接触感染者的危险，你却从来都没有用过。你想要说什么？你在隐瞒什么？我要你立刻集结兵力，入阵清剿，这是命令。我们只听军令。魏连长，搜查施小姐营帐，找出疫苗，换回施座的命。施小姐。啊！魏连长，如果你们不想让46师整编进入别的房号，最好对我这个特派员尊重一点。戒严部队正在迅速集结，看来是要分路入阵围杀我们。所有人等集中去酒坊，赴死一战。最好都给我弹无虚发。好的。小妞毫无隔离地和大家在一块儿。何大爷，把小妞禁闭到，如果躲得过一周，说明你们就是幸存者。